家丑。蠕动的蠕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啊，我有好多，哎呀。结石。结石。女娲补啊，女娲补贴。不要。女娲补啊。着急了，着急了。岁数大了，现在好胜心还上来了呢。心有灵犀。开拍了，开拍了。进入环节之前，两人隔着3米远。不是，这个环节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演的。而且你知道，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一对一对都在聊天，就他们俩就很那样。这谁要我都出来飘一个多月了，你们两个特别想要好招，隔一米。我看他俩好像都怎么说、啊？你看离得特别远。来聊点啥？哎呀，好难找啊，共同好难找共同话题。来，加油！嗨好有默契哦。你见过朋友这样吗？两个现在台上。准备好了啊！第一组藤笛组合来比划，其他三组来猜啊！来，3、2、1，请出题。啊！哇塞，这个我来前面那个。6个字。猫和老鼠。Come on, Jerry。不是，6个字。是不是大脸猫？大脸猫。大脸猫和蓝皮鼠。大脸猫蓝皮鼠。蓝皮鼠大脸猫。完整先说出答案的是花花。他们捡漏是吧？耶、大老师在那大脸猫，我是个结巴，好吧，对不起啊。蓝皮鼠。没看过。我也没看过。会有好多我们没有看过，根本猜不出来的吧？下一题。来，发大招，发招，4个字。项羽虞姬。你们看他，主要看他。扣一生日。为什么扣一是连发的呀？这个是普攻。来个大招，来个大招，来个大招。扣一是谁呀？嫦娥奔月。扣一嫦娥。贾玲正确。扣一和嫦娥。啊？他不一定是典故的名是吧？不一定是。好，下一题来了。哎，我演后面的，你演前面的。四个字。后面那个我会，前面是难。这是干嘛？神雕侠侣。不是，啊，前面那个是。金毛狮王。铁扇公主。你在干嘛？这啥意思？这什么？女不貂蝉。正确。吕布貂蝉什么东西？我历史老师啊，我贾玲可以。Oh no！ 好，新的一题来了。哇，这个，你在干嘛？星星来了，星星来了。金刚，5个字啊，两个人。美女野兽，看这是谁？此时此刻，此时此刻，金刚和谁？金刚与美女，金刚和一个很刁的女人。刁的女人，刁肯定是很刁了，很刁，也很刁，也很刁。二不仅刁，还二刁。金刚和是那个姐，二姐。是华晨宇和我。不对，第一个字大月亮圆。第二个字唐，大唐，大唐经理袁弘张鑫。大唐经理不是哦，没有大唐经理啊。哦，我一直在演你。你给我走开，我怎么是这样子？二姐，你看你现在胖的都完全可以当常驻嘉宾了。骂谁呢你？你说谁呢？别假装打我。谁头套都分开了，你好意思说我？回去的时候倒着回去，倒着回去啊！好意思和山菜，我看到题了。过一题，过一题啊，过一题。啊，哎，看给腾哥累的，他变成腾哥耳了啊。哦，刘德华，刘德华，刘德华，
啊，后面那个是大猩猩。刘德华跟前方。一给我一杯忘情。刘德华。贾玲。啊，我吗？我们俩同时起。为什么不标注人物关系？贾玲，你看完刘德华跟你之后，你都忘了他怎么模仿你了，对吧？这是个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没了没了没了！哇，我演不动了，成功了，表演得很好。咱们这节目录得跟早市似的，我。这不是好朋友，能演出这样？哎呦，能配合这么默契？镜头停了吗？停了。答题的三组刚才表现最好的是大老师和贾玲，哎，主要是贾老师啊，贾老师历史好厉害，哇！来换一下啊，换一下，小童和吴磊到你们比划了。小童和吴磊师姐师弟组合哈、啊，考表演啊。那完了呀！那完了吗？那完了呀！电影学院组合考表演了，这没底吗？出大问题！好，挑战开始。啊啊！怎么就坐着了呢？求坚持！枣蝴蝶，真的是枣蝴蝶！求坚韧！求坚持！钻木取火，七夕大法，七夕公主，大家都特别爱喝，女孩特别喜欢喝奶茶，奶茶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。杨迪正确，杨迪快了一丢丢。好，三题，五个字，来吧。哼，生气了，傲娇女，第一个字对了，帅哥傲娇，傲慢与偏见。二姐正确，让他们演会儿。这样这样，你们再演一会儿，我看你们怎么演偏见的。来了。偏见啊，偏见就是哎，哦，就是对有人好，对有人不好。对，偏见不应该这么演。对，你应该拿偏见不这么演不就完了吗？对啊，偏见这样这样，偏见哥，我这也太偏了。这怎么演啊？哟，啊、不是很好猜哎。没事，考验他们的时候，没事，杨迪都知道答案，他背好了。少来，大正，他是一个剧里面的一对角色，然后那个剧是这样子，特别经典。滑板，苦行孙，仙剑奇侠传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第一部李逍遥，李逍遥赵灵儿。杨迪正确。哎，我不知道赵灵儿，花花就活活被赵灵儿给憋住了。这一次我确实剪了牙。这个不是人名了，四个字儿。魂斗罗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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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谢顶，突突突突。鸳鸯火锅，对。哎呀，你跟谁突突突突突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那应该是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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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的猛，突突突突突。我还想拖拉机。这我要不投题，我真猜不出来。袋鼠，小蝌蚪找妈妈。哎，你是谁？你是啥玩意儿？在树上的。猴子和鱼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他有一个有一尾巴。松鼠嘛，它是松鼠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前两个字对了。我。什么？松鼠鱼？松鼠桂鱼？松鼠桂鱼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松鼠桂鱼。哎，这是人间的春风。小童，你犯的是同样的错误。这就是泥鳅，这才是鱼。那这是什么？不要跟我们腾哥较劲，他有偏见。七个字。第一个字吃屎。对，第二个字痴心。痴心妄想。痴心绝对。痴心少女。女字对啊，但不是在第四个字。不，你要演。我们演一下吧，演一下吧。我现在演啊。嗯，啊，花心，花痴与帅哥，好像演的不对。演不对，这个很。你演前面四个，我演后面那三个啊。哼，
这个。痴心粉丝去接机。不对，完了，表演的分可能这学期没有了。前四个字儿，痴心已经对了。对。第三个字儿，女也对了。痴心女孩。第四个字不对。女子对。痴心女子，负心男，负心郎。差不多，最后一个字不对。负心汉。对。我先说呢，腾哥。为什么你对负心汉这么了解？讨厌。这一轮答对最多的是腾哥和杨迪这组。哇，你看看，够了。没有，主要是他不是谁大学同学吗？心有灵犀。准备好了，第一轮心有灵犀挑战开始。四个字，长吗？负心汉子，这是什么功夫？打通任督二脉。四个字。任督二脉不对，经由开背。我们队要猜一下吧，好歹猜呀，这猜不出来啊。一般中毒了，夸是那个经络，就给经络疗伤，什么疗伤？什么疗伤是对的？来，什么疗伤？第一个字儿，很好猜。火，火盆。第二个字，我鼻子里面出的什么？气，气功疗伤。气是第二个字。什么气疗伤？运气疗伤。答对，小心答对了，腾哥。哎呀，你真的有运气啊，这都能让你蒙上啊。下一题。哇，这个好难啊。哇，水。来，走吧。轻功水上飘。轻功水上飘。对了。哎呀，干嘛呀，这么快。厉害。哎，搭配着演出来。搭啊，这儿有一个这个啊，照妖镜。这儿有一个这个，我们俩。牛魔王。戏珠。双龙戏珠。二龙戏珠。小头队。哎呀，这么严格的吗？双和二。下一题。啊，这个考验。该溜子。不想理你。不理不睬。一美一丑。第一个是什么呀？再演第一个字儿。砸，凿，打。第三个字是打情骂俏。不对。有一个小提示，一个关键动作，心口疼。胸口。东施效。东施效颦。啊，对了，小童。东施效颦，这怎么猜出来的？这是我们王牌家族里唯一一个大学生。金刚不入，金刀枪不入。正确，刀枪不入。啊！你们俩来干嘛的？看着呢。我的天哪！最后一题。紫萱，琴牵三世，不离不弃，大地之母，女娲后人。小马克，想想我的身份，紫萱。你别捣乱了，杨迪。我。紫萱贴对子。贴饼。第一个字儿。美。妖娆。第二个字儿。呱呱。蛤。狗。狗。第三个。第三个字儿。紫萱缝蛙。绣。补蛙。
女娲补啊，女娲补天。对了，女娲补啊。啥玩意儿？着急了，着急了，岁数大了，现在好胜心还上来了呢。这题王牌家族还是答对了，暂时5-1领先。完胜啊，我们完胜啊！那是腾哥和贾玲猜的是花花小童、艺昕和嘉伦。哎呀，加油啊！靠你了，靠你了。来了，火。我演后边的那个东西啊，鲜花。鲜花插牛粪上。第一个字，咱们第一个。你演不演？第一个字演不演？不演我演。你演。我神经病。神对了啊。什么呀？第二个字啊。侠女。你演那个，我演凤。哎。神龙神 OK 神龙，神龙什么？谭一昕快说神龙什么？神龙土猪。我要这群人是，你没听过这个典故吗？历史典故，我带你们去上课，我受不了你们了。第三个字，这是什么？大。这是什么？小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长短。神龙短断。长不是短，神龙长百草。对了，哎呀，玲儿，我希望你能听清，他说的是神龙，你在这还演第三个字呢，那能演到一起去啊？八个字，呱呱呱呱汪汪。哦，你把自己演笑了，真的瞬间演了四个字。看一下，腾哥在0.5秒演四个字啊。鸡犬不宁。八个字。鸡犬对了啊，鸡犬啊，第三个字。嗯，鸡犬升天。前面还有四个字啊，什么鸡犬升天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一心先说出正确答案。哎呀，真不容易，这八个字，哇，天哪！四个字啊，这次我们演的是一个情境。情境啊。这，我先。给我拉回来呀、啊、哥，到嘴的鸭子飞了。所以贾玲演的是鸭子是吧？飞不起来了。笨鸟先飞。叉叉翅难飞。正确。这个算谁的？异口同声。挺好挺好，你们四个一边笨。四个字啊，我演前俩，你演后俩。好。你好，你这演法一辈子猜不出来。牛郎与织女。凤凰传奇。凤凰传奇是一个动作。动作，那个什么箭，御箭飞行。正确。是吗？对了那御剑是什么呀？我演的是御君剑。老祖宗留下一句。王牌家族暂时领先。哇，那个四个字。你躺着、哦、你躺着，然后可以，你比如说啊来刷哦。正确。啊，就是我的。李彩蝶，两个身份，来，我们俩啊。啊，嗯，哎呀，反目成仇。哼，哎，有点像，接近。你看我这儿。嗯。反目成仇。
还纠正上自己发音了。我们俩兄弟，兄弟反目，正确。兄弟反目什么东西？谁出了题能不这么通俗吗？来，花花来。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前两个字是干嘛？这是花泽乐呀。倒立，倒立。你这个太复杂，可以这样演，你看啊。嘿，前两个字吗？啊，倒琴，倒戈，倒戈，倒挂，倒挂金钩，正确。哈，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只有我们俩。杨迪加油！加油！你们加油！你们猜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第二个字是那个，哦，我是后面两个字。鱼蚌相争，沉鱼落雁。正确。怎么回事？小童大学毕业了。我毕业了。哎，你偷偷给我们点提示，可不可以？谭鑫加油！这个难演了。凛冽，什么妖风什么呀？妖风，然后呢？妖风阵阵，狂风暴雨，狂妖风四起。正确。小童，小童，小童，你真的是七个字。小童好厉害啊！小童开挂了。我真的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。你说什么呢？那是你姐。看着啊。七个字，七个字，很好演。我演前面两个字啊。喵。猫。瞎猫碰到死耗子。正确。这小童，你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。啊！起呀你！给我们点面子吧。我们姐妹俩吧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吧。流金记准备就绪了，请看题。七个字啊，七个字。七个字啊，七个字啊。哇，好难啊。不是哥，我得先知道你演不演最后那俩字儿。爱江山，江山更爱美人，爱美人。哇！山山三推三三角三角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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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演他的身份啊，我先演他的身份，就是啊。拜年。皇帝不明白啊，七个字，七个字。皇帝批山山。皇帝爱江山更爱美人。月月正确。月月。等着我们猜对了是吧？得意的笑。你是哎，我们是捣乱的对不对？不，你们截胡拿分的。哦，截胡哦，不是捣乱啊。哦，我错了啊。哦，你演哪个呀哥？我每次都拿捏不好你的性别。六个字俩人。六个字俩人。我还是那个人。梨花点穴手。这是绝招。这是个武侠片对不对？两个人名啊，腾哥演的是绝招。两个人。白展堂和那谁叫白展堂和谁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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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葵花点穴手，葵花点穴手是谁？是谁干的？那个白展堂和那个严念姐，那个白展堂和佟掌柜佟湘玉。正确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这也是俩人啊，五个字，哥你。
赵四儿。赵四儿。赵四儿。老四，你这个是刘能。赵四和刘能是这。那个谢广坤，赵四谢广坤。赵四谢广坤。涛哥，涛哥啊，我能申请让大老师少说两句吗？一问丁，我哪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跟机关枪似的。这个刘能不对，不是，哎不是，这不是孙小宝，孙小宝，孙小宝赵四，那个苏美 F 四吗？赵四司机。不是吧，大老师，大老师，你可以少说两句吗？碎嘴子多了也嫌对方烦。没事，大老师，没事，没事，来吧，劲儿聊，接着聊。六个字啊。怎么都这样，都是一样的。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！欠揍。他是个人。白骨精。这骨头够大的，白骨精这骨头，这骨头大枪骨啊。我来男的，我来男的，他来女的。来呀，来打我呀！哦，许仙，白娘子。六个字，倩女幽魂。宁采臣，宁采臣和小倩，聂小倩，你怎么猜到倩女幽魂的？你背了个书包，然后在那走，我就知道想到了。我以为是腾哥演的啊！花花一激动都玩出击剑来了，都已经是这样的问题。宁采臣和小倩。聂小倩跟聂小倩击剑嗯，最后一题，这个难了。哎呦，这个难呀，这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。没事，交给我们了，我们就喜欢难的。来，火云邪神果然有派头。只是个虚名而已。七个字啊，两个人啊，然后我是。如来神掌。腾哥演的这是。他演的是粉丝跟偶像，他尖叫，然后他在那儿耍帅。大老师，你少说两句行吗？大老师。他俩不应该在一个组。然后啊，我开一道门，又开一道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请您出山。哦，那个诸葛亮，啊，那个蛤蟆会蛤蟆功的那个九什么邪神，什么火云邪神和包租婆。不，我是个男的，我演的是个男的，就是周星驰。现实中的周星驰跟火云邪神。花花太聪明了。这都谁呀？这都是。完胜，下一对比划的是大老师和包包，猜的是小玲、花花、玛丽和月月，能赢吗？我们应该不能。他们有好多他们的默契，咱们没有的默契，能不能建立？应该是不行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们试试吧。准备好了啊，挑战开始，请看题。几个字？四个字儿，嗯，哒哒噔噔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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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噔噔噔噔噔，动物世界，正确。啊，结束了，这就对。谁说的？花花说的。花花，哎呦，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他怎么？什么都知道、啊、你把音乐给唱出来了。下一题来。一部电影。哎，三毛流浪记。花花正确。我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我怎么了莲姐？牙迪，你把脸撕下来。别生气，算了，我不想玩了。月月，哇塞，跟他比起来，我们的脑子只是为了看，让我们看起来高一点。
我希望这一季杨迪来了之后能再对我说一次他别想再取代我了。哎呀，我说昨天吃饭的时候花花非要早回去呢，说我得回去背题去。咱们现在难一点，因为花花实在太厉害了，咱们给他演的稍微什么，你们明白就行哈。嗯，我字儿对不对？我字儿啊，第一个字儿。嗯，好，追抓小偷。哎，第二个。第二个字儿。追光者。花。嗯，第三个。等，第三个。偷，我。不是，我忘了第二个字是什么了。第二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这个。第一个字是对了。好。第二个这个。哎，好话。第三个。躲。第四个。躲。然后接着是这个。桃花朵朵开。对。哎 yes、啊，终于绕过他们了，太难了。原来花花不喜欢谐音梗。所以咱们可以干这件事。来，明白了。来，哎，这个太简单了，也是四个字，第一个字。哇塞，下腰死。第一个字是这样的，蠕动的蠕。不至于，是一个虫子。拱蛆。蛆。第二个，圆，屈原。屈原。哎，第三个。屈原打屈原投江，屈原投江。响声小品快，魔术杂技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节目什么名字？评书笑话，说唱艺术。这是这个名字？什么名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屈原砸团，屈原砸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哦。屈原杂谈，你演这个？屈原杂谈，你演这个？越玩的太认真了。啊，我好想赢，好想赢。月月，对错对你重要吗？今天你这么帅。我是你的颜值粉。小月月，你已经对了好几个了，加油啊！我们应该是领先的。你是最棒的。哦，这个难了。七个字是分别是两个名字。第一个字呢，《还珠格格》的那个歌，动力火车。当。对。对。然后第二个字怎么演？瞧不起啊！瞧不起你啊啊！谐音字是这样的，阿凡提。对，第一个对了。啊，阿凡提和八一老爷，他和前两个字是一样的，他和那个最后一个字儿。阿凡提和阿凡达。对了呀！这活太累了，来啊！八百之交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三国演义。对，谁说的呀？花花说的呀，《三国演义》对吗？哎，看刚才没有谐音，他就拍了，还得谐，让谐音。花花不喜欢谐音的啊，没谐音梗，他不喜欢。明白。好，来，最后一题，请看题。这是五个字啊，第一个字儿，墨个粥啊，我得熬。哎，花花也喜欢谐音哈，熬拌。对了俩字儿，但是有三个字儿，熬拌周星驰，熬拌韦小宝，《鹿鼎记》。两个这个姓的人在一起。对，后面那个是刚才他说那个，对，前面那个是。你要吃你最喜欢吃主食，对不对？熬饼和熬拌。
这咋猜不出来呢？我都给你摊饼了。没事没事，聪明聪明，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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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喂，杨迪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咱们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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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们作为嘉宾来是他们是不公平的，梧桐对我们不公平，他们毫不公平。梧桐，不公平。下一轮啊，比划的是贾玲和月月，然后猜的是腾哥、小宋、包包、小斐。月月今天胜负欲特别的强，关键我不想摸那个鳝鱼，你知道吗？他输了要摸鳝鱼吗？对呀、哦。对。哇塞！来，第一题来了。我又来了啊。一起去看流星雨，俩人，人，道明寺和山菜，道明寺山菜，腾哥快，哇，开挂了，感觉我们开挂了，今天，腾哥你也是梧桐老师，梧桐导演派来的人，不对，不对，五个字，刚才是五个字，道明寺山菜，山菜道明寺，对，包贝尔对了，包包对了 ，yes yes， 腾哥多了一个和，没有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可以这样赢吗？可以。你们组就跟捡破烂的似的，真的。我都不愿意说你们，赢的几道题全是捡来的。啊，正好，正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又是一样的，怎么全这样的呢？这有什么区别？哥告诉你，美女与野兽。他是两个人，复笛声人静，正确。哦，哇，这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，多有年代感，多有年代感。月月不高兴了，月月已经深沉了。月月，你大气一点好不好？月月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哎。棒棒哒，咱虽然身上小，但是哟，这就直接是四个字啊！对，就我们俩。百年好合，合肥不对，安徽合肥。谁说的合肥？说我们俩可真是一对儿，一双飞。来猜你们，两小无猜。好好登对。这什么什么颜色？橘色。说我有好多。哎呀，结石，结石，金，对，金玉良言，金梅竹马，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，小斐正确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小斐正确，这个来四十人也猜不到啊，实在是离二位太远了，哎。最后一题，这个好像四个字啊，一个字一个字演吧。第一个字是斜角，角白角，四个字吗？四个字，角度很刁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刚才比划这什么？绝，河南话绝。角用河南话怎么说？绝。河南话不念那个字，河南话是绝。绝吗？绝世无双。绝第二个字，哎呀，给月月意思是对的。绝代双骄。终于赢一局，扳回一城。下面是谁？下面比划的是恒哥玛丽比划。你看，我就说别下去嘛。猜的是小童、花花、大老师、月月。又是咱俩，大老师。再跟他们拼了，我们能不能加一个外援包贝尔？包贝尔好厉害。哎，那你们要这样的话，那我也上去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你们全上。小斐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啊，脑力 PK 时刻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神雕侠侣。Yes， 包贝尔。我还没开始，这太快了！你看看，我说对了吧？
我说对，这位同志，这脑子哇！来下一题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六个字，你比划的太慢了。我演一个前面的啊。哎呀，二位是不是太久没搭档了呀？金枝玉孽，粉红女郎，特务。当时香港的最红的张曼玉 ，yes， 张曼玉和谁？张曼玉、梁朝伟和刘德华，两个女的，关之琳、刘嘉玲、吴君如、林青霞、王祖贤，啊，对，小童是对的，王祖贤，我这眼睛多明显呀、啊，王祖蓝吗？这不是。看乐器的，乐器都站起来了，乐。太想赢了我们。仨字啊。嗯嗯、打气筒。搓衣板。啥呀？搓衣板。对了。说对了，贾玲已经说对了。啊，我早就说完了。下一题。哎，是不是我们团队的麦声音太小啊？我怎么听不到？我们的脑子可能小，我们可能脑子小。你们团队是脑仁小。月月太着急了。这样，月月来，我给你。月急的一头的汗，月你单独坐这儿，我们这边不猜了，叫月月猜了。哎呀，天真的，月今天功利心太强。四个字儿。仨字儿，哥。啊，仨字儿。这个仨字儿，三个字儿。辣。对，辣妹子，耶、yeah. ！哎，特别像给那富家儿子过生日，是不是？我的好棒啊！你好棒！回去吧，这个环境你已经太熟悉了。下一题。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字。我这个让月月猜吗？惊讶，恐怖，吓人，害怕，张嘴，怕，嘴大，口气好清新。我是哪个单位的？哪个单位的？啊、你演的是谁？我是个人物，我演的是一个人，洛桑，赵老师。四个字，你演的是个人。那个人是俩字儿，他是哪个单位的？那个单位叫什么？马云，他是，我是哪个单位的？阿里巴巴，对，四十八道，最先完整说出答案的是花花，不是，我先出的四，这次又败在了您的嘴下，太厉害了啊！最后一题，咱俩那个三个字。哎呀，喝多了，碰瓷了，喝大了。哎呀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服服服。月月回答正确。开始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对。声东击西，干嘛呢你？这吓我一跳！我演小偷，进入状态。我演小偷。哎呀，生物钟。盗梦空间，花花正确。哇，这也可以猜出来。我天哪，默契！他们真的有默契啊！你不是？偷看杨迪手机了吧？没有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我咋也猜不出来？魏翔，我告诉你，怎么样不猜出来也有镜头。啊、我怎么没想到？啊，对，是不是眼睛不好看不着？不是，我看在家看王牌的时候我也猜不出来。你要看不着，我俩在这儿演，在这儿好不好？在这儿啊！哎，别，再猜不出来不好意思了，对。
咋了？这还用骗呢？结拜了，拜月。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离这么近眼？这是干嘛呢？磕头啊。磕磕。该你了。这啥呀？下一个。科幻片。对，小头先说出了科幻片啊，不是这个跟科幻片有啥关系？这个磕头磕嘛，我就磕头啊，妈呀！八个字啊！干啥？招蜂引蝶，黄雀在后。老鹰捉小鸡，不是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翔哥答对了，翔哥答对了，我的妈，翻身了，就这一题翻身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甲，骂他，然后要他要跟别人说他什么事儿，然后他在就是你别跟别人说。我很难想象他们俩的表演是两位百亿级别的演员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小头正确。哎呀，这个、他们真的有默契。这个都不明白。家丑。不是，为我们俩为什么这么多这种词、啊、我们能不能请一个演员上来把白凯南刚才白凯南的出场打五个字，玉树临风。哼。哇，学得好像，真的好像。不是什么好词儿，得了吧嗦。好人多作怪。什么好人多作怪是吗？好，算我赢好吧。小童说，我这边说了，不行，你这我们这边都猜出来也不敢说呀，这边这种题只能白哥自己答。这轮两个人完胜五个人，哎呀。他们有默契，不是他们的这种默契，我一点都不羡慕。甲丑什么甲什么？家丑不可外扬。下一轮要来比划的是丫丫和翔哥，来。我俩行吗？分一个局的啊，开始。这我来演了，那个三个字啊，高大圆。机器人。太空舱，我演的是那个字母 ET。 ET 外星人。KFC。 肯德基。 UFO。 对了。 KFC 怎么了？我演第二个字。你这把鸡都说出来了呀。哦，对。鸡。演个狗就是狗。我是旺。偷鸡不成反十八米，是吧？不对。哦，偷鸡不成十八米，正确。啥玩意儿？没有反，偷鸡不成十八米。有些人的成功就是这么简单。哎呦，哎呀，丑人多作怪。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。
来，我演一个。仙女，嫦娥奔月，正确。哎呀，亮了，终于来了。丫丫是我见过的最像嫦娥的，刚才演的。我可得替兔子说两句了。不行吗，哥？你演的月也非常好。这轮领先的还是王牌家族。哎呀，太难了！突然显得咱们智商好低，不知道啊。拍这玩意儿真得老猜，挺难演的。接下来来演的是花花和亮哥。来，就你们得积极起来，这个表演欲这一块。来，来看看你的。看好了啊，看好了啊。月，月球、木星。当。火星撞向地球。行星撞击地球。后三个字对了，前三个字什么？土星、火星。第一个字。圆心。小。其实小行星撞地球，正确。那我高兴啥？你们猜啊？咱们怎么就都什么都什么什么撞地球？小行星撞地球。小行星。我是谁？你是松流，松花江刘德华。松流。我是一个人。木头人。人。第三个字儿。外星人，异形人。疯狂外星人。子。克隆人。贾玲正确，克隆人。我刚想猜到复制他的克隆。这回看出来了吧，不是默契的事儿。我这样，我坐到你们后边。你俩演之前说几个字。好，五个字。恐龙。侏罗纪公园。不对，侏罗纪世界。正确。有这电影吗？有。我站你后边一直在喊，你能不能接受一下我的信息？哎，看我来了。光脚不怕穿鞋子。对了。我是不是吉祥物啊？对，太厉害了。这回对了，光脚。我回去了。别走。谁啊？想回来就回来，你给我过去。哥哥，我走不动了。没了。这轮两队打平，最后一轮表演者腾哥和丫丫，最后一轮来。四个字。海报好像差不多是这样的。海报。电影吗？对，电影四个字。章子怡的那个叫啥来着？一代宗师。不对。啥玩意儿？哥演的还是哥斯拉。最后一个字。猴。猴子上树。树懒。猩猩。猴。哎，功夫熊猫。哎，正确。这把让熊猫国宝让你给演的。我不像熊猫，丫丫还不像竹子吗？难道？第一个忙。睁。第二对。睁眼。睁眼说瞎话。你这是啥呀？我这是瞎。瞎，很多演什么都是一个画风。我们俩五个字，我们俩。你们俩就站这儿就行了，其实不用演，不用演了。美女野兽，花花正确。美女野兽，花花，就你家里的那个，你把我和老白全得罪了，我告诉你。丑人多多，我们恭喜一下，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
第一轮挑战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字。你好帅呀、啊！你是我见过最帅的。我呢？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圈圈回答正确。啊！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哦。春春下一次最好等腾哥把他的情话说完以后。下一题。四个字。嗯，雅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灰姑娘不是？哦、啊，玛丽这么多年你怎么跟她过来？这一段她自己演。脚太臭了。我给花花演吧，一个一个吹笛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四脚朝天蟾蜍，俩人物啊。东邪西毒、啊，东邪西毒。小素和花花答对了，东邪西毒。哇、哦，怎么就东邪西毒了？怎么来的？我把鞋放在东边了，然后他让我演后面，我让他西毒。下一题，好，五个字。没头脑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棉花娃娃，福娃。这什么意思？摔跤吧，爸爸！小头正确。摔跤吧，爸爸！摔跤吧，爸爸！那两个女儿。嗯。下一题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啊！这什么北极熊？咱俩演过 MV。嗯。大哥。啊。牛郎织女，所以贾玲演的是牛郎，腾哥是织女，是吧？咱演字儿吧。哟，勾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千，千。哦，千。千与千寻。小头正确。千与千寻。哇，我太厉害了。下一题。哎呀。五个字。拍案，中国好声音，汪峰，汪峰 ，OK OK， 我来，来，补上，哈，哎呀，哎汪峰，章子怡难道是？你上那儿蹦去，别在这儿蹦。这个好难演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嗯。眼力架，好玩这个，对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这太难了，哥，太难了，这一个字一个字演吧，哥，连，心连心触电了，连，李连长，李连长，什么是李连长？你哪怕说李连杰呢？第一个字是。连，第二个字是连连看，哎，哎呀，下一题，哦，四个字，哎呀，刘欢，刘欢老师是这样式儿唱歌的，华晨宇，姐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拼命找爸爸，也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。花花小童，对，花花小童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四个字 ，Action。哎呀，哎呀，小子，这是个啥？哎呀，苏小宝。四个字啊，小宝赵四，没错。那你说，俺俩演的戏叫啥名？乡村爱情。下一题，六个字，六个，不好猜了。哇，这都猜不出来吗？哇，还演那么远。这都猜不出来吗？
时一句话没说啊。喂，难道是我们两个？啊多好的提示啊，半个多小时了一句话没说。我只能说我们俩精湛的演技。这轮显而易见答对更多的是王牌家族。哎，挑战开始。七个字，然后哎呀搂着。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买这个，买这个，买买买，买这个，你打他，你打他。啊、撒娇女人最好命，撒娇女人最好命，为什么要打我？我也不是不知道，就是好命的女人平时都干点什么。下一题，五个字啊，我这需要涛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骂我吧。啊？你一点梗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啊！狗眼看人低。道歉，你道歉，道歉，骂谁呢？第一个字啥？第一个字儿。第一个字儿。一。第一个、第二个字跟第三个、跟第四个还没说清楚吗？一跟二跟四五个字是一样的。呀呀哟！我演第二个字啊。一无所。一无。没没没。一无。一无是处。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。好。一无。一无禽，衣冠禽兽。那一无这样。一无睡，一帘幽梦睡。不是是不是不是，一无想，想一无想一无，一无想一无。哎呀，太难了。新的一轮啊，来。哎，我跟你。哦。神雕侠侣。哇。就是。漂亮。对。断臂嘛，神雕侠侣。神雕侠侣。哇，演了个断臂的过程，这个还。哦。下一题。四个字啊，你抱在这儿吧，抱着喊喊喊，人猿泰山，蹲下再蹲，抱着，哎呀，天好热呀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，请你吃吧，然后把衣服脱了来，还要脱衣服，脱完他就走了，八一，不是。让他上那盒子里往一往一蹦就完了呗，钻盒子里往下面一蹦，生日礼物啊。知了，知了，哦，那个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知了蜕皮，那个叫啥来着？知了蜕皮，金蝉脱壳，金蝉脱壳。哎，对了，漂亮。金蝉脱壳，俗称知了蜕皮啊。这个东西那么难吗？这个东西就这样了吗？这个，来脱壳，真蛇，什么脱壳？下一题。拿个棍打吧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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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蛇许仙，点石成金，打草惊蛇，正确。这轮答对更多的是青春偶像队，这轮厉害了啊！比划的是腾哥、马丽、贾玲，左右为难吧？看见我们俩，一点都不。你好了啊，来，请出题。几个字？七个。春光灿烂猪八戒。挑猪八戒背媳妇儿。不是你俩脑回路，我应该演哪个呀？我不管了啊，我也跟在后边。上错花轿嫁对郎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不错啊。两个字啊，你来吧。捅刀。哎，误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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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宋更快一点，宝哥快一秒钟。你那个反应演得太真实了，而且我都知道他会先杀我。下一题，没。哎呦，电视剧啊。服不服？我要喝手磨咖啡。都挺好。纯纯正确。啊！我的天哪，太棒了！再见。七个字。欢天喜地。七仙女。不是。哗啦啦啦啦啦！你是风儿，我是啥？像雨像雨像雾像牛像风。对，这个。三个状态。我以为是你演的那个小品，轰擦擦擦擦。晨晨对我挺关注嘛。下一题。哇哦，五个字。五个字。好姐妹，阳光姐妹淘。说的有两个字是对的，姐妹，时代姐妹花、哎、对哦，下一个五个字，哎，那个玛丽演前俩字，咱俩演后仨字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仙剑奇侠传，花花正确。啊，这为什么是贾玲演的是侠，你演鹏哥奇侠吗？奇侠，然后转是吧？来吧，四个字。掏心窝子，我是什么？女的。对，然后前面。男女，授受不亲。这个我这是什么？人中，嘴上面，智什么呀？智商，这是东北作家写的一个东北电影。智什么女什么？是致命女人。这太难演了。下一个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你俩演那什么吧，我演放学回来啊。放学回家，爸爸妈妈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我爱我家。啊，父亲母亲，父母爱情。哎。好，这轮获胜的王牌家族。I'm sorry。最后一轮比划的是宝哥、小明哥、花花，准备就绪，请出题。哦，这个好简单，五个字。Cool 呀！啊，中国合伙人，正确。什么？海报。哇塞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士兵突击。春春回答正确。漂亮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突击，我出去了。你演的是没有毛的那个突击。啊，这个是我是那个，你们俩一开我就跑。来，你们能不着急演，先把字儿说出来，起名。同时。下一题，他那个特有名，就那个啊，对对对，那个三个字，我可以演前面那个，无间道。不对，这他俩我不会演了。我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啥？闷死。我肚子啊，肚子疼，哎，肚子疼。他是虫子，他是你虫子，蛔虫。哦，第三虫。花哥正确，寄生虫。花花，你这是啥？这什么意思？海报吗？哎呀妈呀！
来吧，下一题。五。哦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观音在世，如来佛祖，再生父母。四个字。歃血为盟。三国演义。正确。漂亮，漂亮。下一题。这个是那个吧？西游记。开心鬼上身。其实可以这样，宝哥，宝哥啊，来来来来，哥，坐坐坐坐着坐着，回头回头回头。哦，那个印度那个电影叫什么？三傻大闹宝莱坞。真真是对的啊，三傻大闹宝莱坞。喂，小宝，你要说你今天晚上第一次用这个表情，我还能猜出来是啥。你用一晚上了呀。这个我们又开始了啊，五个字。金刚。总共五个字。什么公园？动物什么公园？那个什么动物什么？疯狂动物城。小苏正确，疯狂动物城。哎呀，还有两题。哎呀，哦，你只能来那个谁啊？对对对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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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哒哒哒哒哒！呀呀！我演过一次，腾哥。王婆的儿子丢了，这么大的儿子，大大儿子。唐人街探啊，对啊。小宝演的是谁呀？宝强。哎呦我的妈哟，宝哥演一晚上了。对呀。五个字啊。六耳猕猴，三打白骨精，真假美猴王，小宋正确。我觉得我被宝哥的一个表演带偏来。花花从此走上了二人转的道路。最后一题啊，我演第一个，六字一共啊，篱笆女人和狗。我这个职业，厨师。厨师。哇，好，厨子喜子痞子。打错啊，打错。他说厨子喜子痞子。漂亮。我刚才对，虽然说最后一期了，公平一点。不是，腾哥是陕西人。那到这也得说普通话。哎，这轮青春偶像队胜。哎，总算，哎，总算。哎呀，